今天的雪景不错，咱们在铁板上面烤个羊腿，再烤个羊肠，点火，我们再烧点雪水。铁板热了，倒油，我们开始放入羊肉。我们开始切入羊肠，撒入烧烤料。我们的雪水开了啊，咱们来一碗酥油茶，切点酥油放进去，再切点，好的，倒上雪水。我们的这个羊肉终于熟了啊，哇，看起来不错，这块羊肉，太好吃了，这是块羊肠，不错，喝点酥油茶，起锅烧油，倒入葱姜蒜，倒入火锅底料，放入大雪球，雪水开了啊，老铁们，咱们倒入自己喜欢吃的火锅丸子，把方便面包进去啊，把方便面也摆成对形，我们的方便面终于熟了啊，我们今天在雪山吃个这个雪煮的火锅啊，把雪加进去，咱们用雪，正宗的雪，雪已经加满了啊，咱们等一下，等雪水开了，咱们开始下料啊。我们的雪水开了啊，把这个火锅料下进去。我们的水开了啊，我们把这个喜欢的菜下进去，是吧？我们再切点羊肉进去，好啊。雪越下越大啊，咱们把小火锅吃起来，吃，哇哇，不错不错，看起来不错，不错，我前面这烤了点肉啊，肉熟了没？熟了，这太好吃了，这个又下大雪啊，今天咱们吃个牦牛肉，喝点酥油茶，完了之后再这个加点雪水进去啊，忘记带水了啊，咱们的雪水开了，咱们就这个切点这个酥油放进去啊，再切一点，倒上雪水，这个牛肉就要大块的吃啊，这样吃才有味道啊，不错，喝点酥油汤。